刚刚搭了一个毛巾布的，算是那是 T 恤头，或者是对 T 恤，对毛巾布的 T 恤。然后他搭了一件这件西装裤的织料的横条的织条的裤子，然后再搭上一双休闲鞋。其实整体的感觉是休闲的，可是他却又有一点很 sleek， 有点 gentleman 的感觉。家人吃年饭，因一年快要一年没见到爸爸，对，因为爸爸在外地工作。那我们就要到外地工作吗？没有，他会回来。对，我妈都读你看了，就有人想要。你们也参加？现在自己过完回家，我刚刚回乡下，所以妈妈已经死了，就没看到，帮他送饭菜，给他做萝卜糕，帮他煎年糕，谢谢。大吉大利。大吉大利，积极向上。从开春到现在，从一月一号到现在，都是大吉大利。希望我可以把这个工作一样上手，希望工作顺利，希望家人平安健康，每个人都平安健康快乐。那你比较忙。对，那么要不要讲？希望哦，我希望新的一年。我更有热情，然后更坚韧，就是更有毅力完成每一件事情。我从其实也不是说现在才向往，其实我就是在因为我在纽西兰算是求学长大的过程一大半都在国中开始，所以在纽西兰，所以在那边的朋友其实基本上都已经成家，都结婚有小孩。那我回去的时候都是抱朋友的小孩。38岁是我给自己的一个期限吧，就希望就是这是一个努力的目标，对，就是希望自己在那个之前，希望可以早一点让自己是不论是自己还是就是我的另外一半是可以很安心的稳定的努力的生活。